讲一下周鹏年轻的时候什么风格、什么实力，比张震麟怎么样？周鹏在张震麟这个年纪的时候不如张震麟，那确实。张震麟他这一年，我感觉他的持球，你能明显感觉跟过去比提升了挺多。去美国不白去，对，去年明显变得很好。哎，这个去年三分球接球投的很多，是吧？球三分球投的也还可以，然后现在持球面框突破当中还能支配一下。这去年你说张震麟三双，我是不敢想的。对，对，周鹏呢，他呢，基本上他是一个。在他职业生涯大多数时间里边是一个三 D 运动员，是吧？趴底角，然后防能从一防到四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在特定的比赛里边，比如打这个辽宁的比赛里边，他可以打一些三号位反打篮下背身，因为辽宁的三号位太矮了，是吧？高鹏啥水平呢？就是比渡边薛力高，比渡边厉害一点，哎，也不多，是吧？嗯，就是厉害一点。抖音。